那我们再请那个拉人更轻松的专案，那请下一个专案稍微准备一下。好，今天我们刚刚短讲时间有再重新介绍一下资金池，那也谢谢今天有24位大的参与者一起投票来分配资金池的资金。那接下来第一个的分配到的专案是 shout out， 然后总共获得78票，获得是5792元的资金。耶、等等哦，好。接下来是 Linux Odyssey， 然后他们得到97票，是7203元的资金。Linux Odyssey 的 Annie 应该在这边，谢谢他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是哲伟跟 Sean 的专案 Collage， 那他们总共获得104票，7723元的资金。好，最后得到最多票的是数位任性松，125票，9000多元的资金。那可以邀请四个专案各有一位代表来让我们拍张合照吗？那也谢谢今天的资金来源，其实一个是我们的专案之外，还有是就松的决策委员会提供的，对，是决策委员的提供的资金，所以谢谢，这是一个第一次让用资金池方式来分享。那请各位上来跟我们合张照哦，这个是最后投票的比例。那如果大家有吗？有人吗？嘿、hey, hey ，超过一个人也没关系。得，一起来。好，就剩Paul 剩后的。你要拉两个一起来也可以啊，让你来吧。象征性的，因为要汇款的，毕竟有零头啊，没办法把那个零钱装进来啊，怪怪的。耶、好，谢谢大家。好，那希望以后还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运用到资金池跟平方投票法。好，那就今天感谢大家很友善的有帮我测试一下那个网站有什么问题，就我发现它可以投负数的票数，有一点点不符合我们预期的状况，然后可能会考虑之后要再分享这些意见回馈给负责这个网站的，是你说是 Audrey 跟。不知道，好，那我们就为了让大家回去看棒球，就结束在这边啦，拜拜。好，那感谢，所以这个介绍一下这个红包，介绍要请设计师自己介绍。好，没关系，这是一个龙年的红包袋，然后是之前艺设计的这样，所以上面有很多只龙。那其实另外还有一张贺年卡啦，是可以拼成那个新台币的1000块这样子。好，这样介绍到这边。那我们请下一个专案是我哦，好。